哇，可以了。嗯，为什么？那个快速录影，快速录影的功能没有开。为什么没有开？可能我 reset 之后它就没开了。9:15啊。哎，小心了。怎样？红线热身还是？红线热，红线热啊，当然红线热。红线也在排的，我看。你看又一堆人过去了。不过今天厉害的人应该都跑去别的地方了。我是说跑环马之背啊什么的。那我们是马之背上的挡路石。不会啦，挡路不会啦，热身一下。对啊，这里人也好多。不然你觉得排队的人那都跑去哪了？对呀、啊，而且绿的都没什么人，全都跑来挤这。大家都想要厉害的，谁来写？这个杂志上画的，然后底下。会啊。
左边比较快，右边比较慢。跟我来挤这里，可是好像前面也有很多人挤过来，中间好了，中间就好了。你也不用让别人啊，快的多少？没有，起码没有汤水过的嘛，只有一点。ちょっとスキーのどうなの？止まってやる。どうなの？スキーで。等一下你就渐渐的跟我后面，进了门之后才跟我平行。现在先这样没关系。上面有个喷射机耶，右上角。那你就先走，我再跟你也可以啊。你要照原顺序啊，先放电池，再弄什么，再弄什么。要扯去前面了，你拉上面，我拉下面，好了，可以了。
先两次就好了。那我先下帮你拍照，然后你先下帮我拍。哦，好啊。连热身都没有的，检查 pose。上面中间都一直在滴啊，是这个滴的，你看，还好，好脚印。你觉得这是动物还是？这不可能是人类啊！而且你看哦，你隐约好像有，你说什么？嗯，相机正常吗？姐 check check。哦，我没扣。扣什么？帽子。我拿着。你有没扣？有啊，我刚才一直在调松紧带。腋下有凉凉，很好很好。这人是卡住了吗？他是摔倒而已吧。好，好热，好热。他的 pose 表达了他好热，好热。这里太松了，只要下去之后他就下不去了，糟糕。他蛮连续。嘿啊，那里很松啊。我刚刚的意思是说，要切的话，你要切去哪里啊？你这样切你要去哪里？我本来我以为我们会滑三次去餐厅，来就要切嘛。刚刚太急。然后我的意思是说。要去餐厅的话，我平常都拉那边才切过来，现在是直接切，这种斜度都觉得轻松了，马自费才可以。那这种程度都觉得点点点，那马自费就不大行了。哈，切到这，就是还有宽度的压力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刹车也没有很厉害。没有，你刹车已经厉害了，所以我才会说你接下来要练习的是把你的侧向滑动变成那个。不然还有一个感觉啦，就是说反正你现在已经太悠闲了，太悠闲的时候啊，你不管是哪个弯你都已经踩对脚了嘛，你突然间觉得没事干，你试着说我踩的这只脚能不能再踩重一点，我再踩重一点会怎样，你试一下。不会哦，再踩重一点的话会咻，会变成沿着轨道跑，你要这样子踩哦，你要用他跑到，你看他跑到我，一定会跑的啊，因为你这个雪票啊。不是啊，你把它弄到背后。我都弄啊，这个线会晃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东西帮忙固定的啦。上面给它在上头上多一点。不，我觉得有个方法，我把它逆时钟旋转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拔下来，然后我把它转一阵，逆时钟旋转五下，再。你的头要硬一点，我操了，操，好，好了，这样应该会固定了吧？我让它有扭转，应该会固定的。周少宇很胆小，坐这个车他都一定要放架子。哦，刚有很小的滴耶，有这么小？那么小的是什么？应该是雪球滚下来的痕迹，你看这个就是，是哦，雪球滚下来，我想要有小动物，最好是这种都是雪球滚下来的痕迹啊，看起来就很像啊，因为足迹怎么会是一直线，有没有？足迹人当然走一直线，就是弹，我是说那个痕迹有直线感，就是它短一下的时候，在地上摩擦一阵又弹起来。这就是动动就一直线一直线，你看这也是啊，一直线一直线。最前面都有一颗球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研究过了，不然你怎么马上就回答我了？没有研究，我刚刚突然觉得是这样，然后我看到下面真的有一颗，你看好多。拿起来。一直滴的声音。算了。这个啊，这个在滴啊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你滴就滴啊。太阳那么大，凉了，可以拉起来了。
哦，第一天跟每一次最后一天都是天气好的。嗯，等一下要拍个照吗？嗯，拍个景就好了。嗯，一定要低的。到。总比滴在我眼镜上好，我现在 pose 歪到这边。你的头也有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啊。反正是水，好了，先拉下来。滴。今天速度有点慢哎、欸，就是血已经开始有点软了，被太阳晒了。Open! Open! 哦，好，我拍照。你要下到那个树旁边哦。对，我还要开始滑哦。哦，那我来了。到那个树那么远，这样。可以，对对对，不用到树那边。嚯，今天也很晴，然后山上都有一点点雾雾的感觉。哎，笑。我顾尽量的做平顺的滑法。好了，可以吗？其实很好滑哎、欸。嘿、欸、啊，是啊。那我滑的还可以吗？嗯，还不错啊。最左边，最左边。哦，是。比较快，比较近。好、啊。这是比较。变短了。短一点。
哎呀呀，摩托怎么那么硬？摩托怎么？爸爸就来插队了。所以我之前也是这样想啊，就是一人先下，另外一个人就可以串进来。但是我们下上次是一个人插六个人。上次你是说最下面吗？那个没有，因为我发现日本人也是这样，而且那时候也不长。撞野兽，看他要装谁啊？我不知道他在叫谁。这有一起的人吗？阿尚吧。啊，这样耳朵不倒要这样插，然后后面的人就跟他说这样不行吧。重点是他刚刚叫谁？假装有叫的。在你后面的，在你后面。是啊。然后那个人跟他说不行这样。人间观察，嘿嘿嘿，他等一下会上我，之后会上我的节目这样。但是反过来啊，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件，那个时候我算犯法。怎么了？因为假设他的脸被日本乡民漏收，然后又延上，然后他遭受打击的话，我是上传影片的人。那我就跟你说，你的影片应该要隐私啊。哦，但是我影片又很少人在看。但是又不是那个问题。我只是做个假设啦。我是说隐私的问题。嗯。我就觉得你干嘛要那个？然后我们现在讨论人家就投入起来了。我也不知道给人看，我只是想说，我没 log in 的时候，我自己还搜寻得到而已。你干嘛？你就 log in？ 你一定会用自己的装置啊。嗯。好，你可以设隐私吗？嗯，我想一下，我应该设成，要怎么弄才对？就要分享特例，那这样我以后开就很麻烦。对啊，我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啊。它不能像那个 Google Drive 一样设分享，那我 login 就看得到。那还是要 login 啊？我 login 就看得到。嗯。但是我刚刚讲的都是极端状况。我啥？你说什么？我一百个。
跟你走同边啊。对啊。跟着左边的人去。笑，我怎么觉得今天这坡比较缓？坡一样啊，我觉得超缓的。没有缓，今天的雪让你的减速比较多。现在安全情報のためリストアップしました。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。什么のために？你要，反正你就靠左边就好了。靠左边，然后让水滴在肩膀上。はい、リフト動きます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OK， 懂了。跟你讲一声。在融雪。这里也是。这个肩膀。就给肩膀吧。就是那个，你看前面，就是那个挂住挂钩的那个地方一直在滴水。我觉得啊，滑到这个位置的人啊，要再出去有点难。你观察一下这些深雪的轨迹啊，就是滑到这里啊，接着要出去的人啊，对，接着这种坡度，它是上面带的速度啊，接着就要很直的下来了，中间都不能再转弯了。对，就是有成功出去的人都要直线。然后这个也已经很夸张了，这条线。不过它这里没那么深，但是它有往右，它没有赶快靠回去，它靠回去的话，它就倒了。对啊，刚那个女的倒的位置在哪？那一个地方，如果对啊，就觉得有点深，还是是这，没有那么近啊。觉得他一直在弄脸。其实这个倒了，除了出来很累以外，就算是正面扑下去，也很爽吧。就只是扑下去那一瞬间，就觉得我全身放松，没什么事。怎么又有人啊？两个人。所以各路一趟就去了。我觉得现在算是简单版的了。嗯啊。去看看啊。一定是簡單的。去看看那时候为什么岔成这样。没有为什么、啊。都看不到，然后就觉得要死。没有什么为什么啊。第二次的。应该可以了吧。可以的吧。我觉得我自己有八发的训练后，我真的觉得我。而且你看现在雪这种状况，也要赶快趁现在啊。不要被人家刮光了，那些讨厌的雪板把它刮光了，我们就没雪滑了。是，不会啦，我们馒头上还会有啊。我们都要尽量从馒头上这样。
滴滴答答滴滴答，好大块。嗯，那个咚咚咚咚经过柱子的地方的时候，什么东西？有裂开吗？这里啦，这里啦，我就是啊，我的新手套才用第二次，才之后第一次就是第二次就破了。我也有露一点毛啊，这里也有毛。我觉得我可以戴两个手套，我觉得紫色还是可以带来用，只要它是大晴天，我觉得应该用就没有问题。要停了哦，减速。火流火流火流，怎样了？我照着他们穿好他们的帅兮兮的样子给我们看。没有吧？你注意好你的手套跟棒棒。有啊，我抓着啊。他不要突然停车什么就好。那好，在滑雪这件事我还蛮喜欢，就是我不行我就一直练。我也是啊。我是哈。是啊，难道你要说你在别的事就会放弃吗？不行我就会放弃的。有吗？打电动不行我就算了，叫你过。我没有办法一直重复玩，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就是过不了我想的。不过也有玩很多次的，那个之前我玩那个左右墙壁跳不是老是掉下来，后来现在可以了吗？后来可以的啊。嗯，对啊，那个也是练很久哎、欸，那一直掉很烦哎、欸。因为那个跟大脑是想反过来的、啊，就觉得很难。就是一种节奏。那是一种节奏。好啊，你要这样想也可以。节奏要对就会。对对对，就要这样。对对对。等一下上面拍一下山的照片吧，然后我才下去，你看我下去，然后我录你。打晴天，打晴天。他看风景。对啊，其实那边也没什么好看的。不过啊，那山怎么？之前没什么雪、啊。有很多吗？上面在滑的也。那我拍一张照片了。对啊，我要环景又要那个，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就是后面那一坨雾一直都在那。第一天没看到像那样子的东西，用 iPhone 拍比较好。
都可以啊，是我来走来走去就好了。我不用啊，对啊，全景，全景，那我躲在你后面，不用躲啊，你就在里面就好了。很好，再来一张。好，再来一张。我一开始在这哦，我知道你从来，你从来，你从这边开始。要两个你啊。然后你不要动，然后我要从你后面绕过去。你说不要有你吗？就要有我，就是有三段都有我，我要从你后面绕。什么叫三段都有我？你哪那么快？你要走的、啊。你就不要动啊！你就 hold 住，不要动啊！好了，你拖板了就可以了。拖板可以拖吗？好啊，拖。我在哪？我在哪？你在这里有啦。好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换个 pose。等我，我还要去第三个啊！你怎么没有等我？这样子的话。有几个我？很难第三个哎、欸。我觉得两个就可以了。因为第三个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难啊。因为第二次碰到你之后，你还要跑掉，这样就不大对。我不能往你前面跑，你不动。不不不，你一旦进入画面，一旦进入画面，他就会开始抓到你。那我要怎么弄？其实只能有两个。哦，那你先拍一个我近一点，然后你滑走。什么叫滑走？好，你滑我，你慢慢动哦。然后嘞？我跑到你的右边。然后嘞？我摆好 pose 啊！我这次换这边。好了。好了，我看看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就是第三次是你从右边在跑这，因为我刚绕太慢了，跑后面。好，可以，来一次。你自己小心跑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跑啊跑啊！跑啊！不对不对，来不及来不及。你动慢一点啊！第一很慢，但是呢，你摆好 pose， 你要走的时候，结果他变成拍你要走的时候那个怪的样子。你不是你要移走啊？你要跟我说哦。我移走就变快了、啊。你要移走，我会从你的右边跑。好好，我不叫你走，你就要马上走。OK。不是，你就移，你镜头移走再走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我懂了。开始。啊，跑错边了啦！我重来。搞什么？开始，那、啊、重来。我错了，我移走以后才说开始。开始。你不要动，开始。不够了啦。好累哦，我不要了。不够了啦。我知道想到跳门了，但是不够了，我转了。对啊，太累了，真受不了。啊，我都流汗了。对啊。你要吗？我不要。好，接着换你，看着我下去吧。
怎样？哇，激烈的。有车好吗？有。有啊，好像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做，好像没有啊，我怕还是看起来很做，回去看影片才知道啊，应该没有啊，我真的觉得很缓，你一开始就把波都用光了啊，波在上面就没了、啊、波在最上面才有啊，下面都没了。没有，那一条只有夏天才会开，通到后面那个什么梅池自然园，后面有什么高原湿地的那个。对啊，好啊，就做这么一次。怎么会你接不滑这？我说接下来就那个就会到中间去了、啊。我去滑白滑好。没有啊，马自贝下去了就会接到中间的红线啊。哈。
And all we want is the heights, to be honest. That's true. That's true, actually. Worst case, we can go down the ridge. Why? No one has been. Maybe. もう一回行きたい？もう一回行きたい？カルピア、上で待ってて。もう一回行きたい？じゃあ上で待ってて。谁叮咚？叮咚？有啊，刚刚。你姐在打卡，不是这九小时前啊，刚的叮咚是不知道什么轨道去。嗯，感觉没什么事了，奇怪。要叮咚，你说什么？不是那个啦，我是说手机的。对啊，你说什么？他要前面了。又来一台，位置跟早上不一样，早上右边一点，现在左边一点。嗯，烤得热热的。他又切回去了。反正我就是跟这边这样，留位置让他们站就好了。两台呢，两台呢。那早上第一个看到的方向是右边那边，然后这算是哪一种？在演练吗？是左边的要追右边的后面，还是？根本没相关的感觉。
大人いちいちこけごっこはちょっと面倒くさいやろ。就是下车右转走路，拿下来走还是你自己看前面的人是推得很用力还是怎样？看觉得哪个比较轻松就哪。好了，觉得腋下没有凉的感觉，因为没有风啊。不要再拉开一点，我现在已经蛮开了。我才拉一半吧，今天都没什么风啊。上去下不来，那就上吧。哎，凉凉的。哎，手透透气。好，等一下要切过去哦。切过去哪里？哎，我错了，右转。什么？我一直想错，想。不是就右转吗？嗯，想一直想着预言的事情就。这个人刚摔在这啦，凹凹的这里。嗯，那看样子他也安全的出去了吧？爬起来就也是出去了。不是，我是说那里的坡度足够他能够那么大一个板，他滑得出去吗？我会不会后悔？应该不会吧，因为那是觉得上次太悲惨，这次一定要停。你昨天都已经自己跑去那个。跑去圈品在那边搞一搞，之后再看影片看你到底在干嘛。脚很酸，脚很酸，当然酸，海荡还是会酸啊，毕竟雪那么乱。但是只要看得到路就，我其实没有看，我就管它就过去了。那、啊、你至少也要看棒棒吧？啊，棒棒当然有看，很大。光是这样看就觉得，哼。就是雪地跟树木啊，都没雪了，没有雪啊，就是平的。都树上都没雪，没有那种风景。因为这个树上面怎么会有雪？粘不住了呀。对啊，它只有那个啊，所以树种不一样，所以志贺那个那么漂亮，都圣诞树，针叶树都还在，够高、啊，那边更高，这边一千多，那边快一千多的、有到三千吗？好像没那么夸张。多啦。我没有说三千啊，你要说有到三千多吗？是在里面是看到我的上面，而且我跟你说，糟糕，我雪板发黄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雪板会发黄？看我贴贴纸的关系，但是我觉得贴纸才发黄啊，你雪板自己又没发黄。你看这里，我耳贴纸不是贴在歪的，它是歪的旁边发黄，怎么办？这里发黄。没有了，这里发黄啊，那就是胶发黄啊。但是我的贴纸当初是在这哎、欸，你还是说是胶啊？胶啊，还是胶啊？因为你知道吗？雪板发黄了，雪板的表面不是平的、欸、但是它连这里都发黄了，这里没有贴。我说这里没有贴，那里有黄吗？有啊，这里黄的、啊。没有吧？那这也是胶好不好？这里黄的、啊，那就是什么东西粘在上面？因为你知道它的表面是颗粒状的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那个颗粒状凹下去的地方，如果有怎样的话，你要弄也不知道怎么弄。神奇泡棉呢？有可能哦。发黄，
也搞不好我的也发黄啊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你这黑色在跟我讲什么发黄？我是说表面那个亚克力啊，搞不好你讲的是对的。那你说说看，为什么这里没有发黄？我就不知道啊。对啊。觉得啊，它发，不过这边没有。我觉得一都贴纸啊。但这我说右脚也有贴贴纸啊。那你哪边先破的烂？右脚也有点发黄。啊，那脚带发黄。有点伤心，再去买一块贴纸吧。贴纸，你看我的姓名贴有一角固掉了，这一角都还在。是哪一角比较稳呢？就跟我没有一定穿在哪一角上，也有道理。这样没有办法知道。他们都很喜欢滑这个、欸，我真的不行、欸、我看到树我就要撞过去了。到树很高。也算是粉，昨天的粉今天用光，明天没有，当然要来。看右边，右边都没人啊，看他们怎么过去。两点总下得去的吧？不是两点，上坡了。我想要走的。这里也进去，他还把线带走是怎样？我看一下，嘿嘿，很斜，嗯。这也就是 DVD 啊，这也就是 DVD 啊。哪那么巧？休息一下，看看是不是？哪是啊？制服一样就是。不一样。胡子不一样。康尼基哇。啊，你还不走？我休息一下。没逼，好，不能休息太久，晒得好热。好，蛮自备，我来了。然后路线你也都记得吧？我是说，我是说前面那一段很平很平，可以一路滑到前面会稍微左转的地方，你先去那里。
好，开始录了。刚刚可能也有录，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舒服啊。他怎么了？他把所有的门前风雨点头一楼的入口记住，然后就整个大排队。什么一楼的入口？进哪里？啊？好走吗？学校还是雪具？我在说上班呢，你在说什么？哦。你有啊？你嘞？你看啊，我刚刚是用手机开的，它也开始了吧？有。对啊。谁先？我先啊。你先啊。那你要回头看我滑得怎么样？啊，是啊。那我看头。搞不好现在根本就没有馒头，我跟你讲。有要滑这么右边吗？不就正正下去就好了。好啊，那我在这里看你啊。你要我先下去啊？你可以下到那里啊。好像根本就还好呢。OK 啦，都松的。嘿啊。嘿啊，我们可能两三下就到那里。你要，你，那就我先下吧。我下到至少那个橘色那里，然后我看你从上面下来。然后还是很狼狈。会吗？
哦，后面有人了。好了。还好吗？很惨哦。比较后座，但是就还可以。我这次颠得很厉害啊！我有，你看我下有几下啊？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偏往山上，结果就呱呱呱；有的时候不偏往山上，反而很稳。就是真的身体要朝山下才行。交给你喽，交给你拍喽。有够热的。好。就交给你拍啦。好。你拍好了哈。拍好了。有够热的。超热。嘿呀。超热。结果我们下完啦，五分钟不到。接着是马之贝下半。哦，好热哦。嘿呀。我把外套偷偷拉开了。你说腋下吗？比较正面。嗯。走了，你先，要冲的哦。哇，拖板，太小，顶上去了。没小，我刚往山上顶。然后顶了之后，顶过头了吗？对，顶过头。那个要我帮你录吗？要我先下去。哎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啊。那你会看着我下去吗？我大概只能看到红色板子那里耶。这个太陡了，你知道？嗯，啊，这好像也很深。嘿呀，应该都很好了。这个两个拖板都是。你这边你为什么不在刚边？因为那里很多人要冲过来缓冲啊，留给他们。要我帮忙吗？应该是不用。我可以坐着帮你扶着板子。没有，现在连板子也会穿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敢这样了。所以这只脚都很固定，站得很稳，这样。好了。好，我先下嘛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先不要动。我录你下去好了，因为这里看起来超陡的。你下到橘色为止。好。我下到橘色。橘色牌子。荧光橘，小小圆圆的那个。好好啊，之所以下到那里为止，因为再下去就看不到人了。好热哦。嘿呀、啊。怎么办？没关系啦。好，开始了。摩羯啊，马之贝，
你就慢慢弄啊，我正在这里等。哎，后面卡住。好热哦，那我不爬了。好，停啊。你说什么？雪真的超松，要再来一次吗？我再录你从这里下好了，我再录一次你从这里下好了，这里看起来也很细耶。你说什么？我们正在马之背上面，然后今天比上次松雪来的松，而且我们变厉害了，所以下得蛮快的，已经下一半多了。如果你们在箱型缆车上，有可能看到我们。这个坡上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。你要坐着休息一下吗？我现在风吹过来还觉得蛮凉快的，嘿咻，很热。哎，那你等我，你要下了吗？我先帮你录啊，你一样下去，看你要下多远就下。在缆车上，可能快经过马之背了。他们刚好快要路过了，在下面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坐着，我在站着等你，讨厌。搞，录影中。好了，嘿。哎，小，哎，舒服啊！
在左侧。好啦，就可以稍微准备了，我准备要下来你说什么？然后接我的都是屁股，不是正面。啊，对哦，那下面呢、啊？就没路啦，没了啊。啊，对哦，忘了交换。不对啊，最一开始我帮你录头的啊。头我才一段，你两段上。这么计较，不然你要再下一次也可以啊。太热。太热。好了，一直滑下去。我觉得下面馒头区我们可以继续滑。你先下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谁在哔哔哔啊？啊，不然不用录哦、喔。刚刚在硬盯半天，你说现在有没有在录？现在有哦。好，那就好。你刚真的没有。好了，刚刚，站到没力气。
你站在那里就热啦。嘿啊，刚站的都会是酸的，我就很不想站在原地做什么事。你现在坐着休息，还是你要下去？如果你不介意先下的话，这边又变陡了，不然你再来一段啊，这段才是陡的。哎、欸，我先下不是吗？甩就是不对，走。那边是平下的地方，最右边。我们要继续往下吗？要吗？可以啦，只是觉得费体力就是了。可以变一点啊。哦，好啊。只是这里很深耶。看起来。